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 ，f 呢3的 x 次方哈，它的函数形式是这个样子的。那么问这个等于多少？这一般项的话哈，写出来是 f 哈2的 k 次方了 ，k 是从一哈2的 x 次方到19 ，k 是从1到19。好，那我就假设哈，这个3的哈 x 次方的话哈。这个是等于多少呢？是等于那个2的 k 次方的。好，那这样的话，我两边哈取对数，以3为底，那这 x 哈就等于多少呢 ？k log 哈以3为底2的对数了。好，那也就是说，我 f 哈2的 k 次方哈，这个等于多少？等于4 log 以2为底3的对数。再乘以多少呢 ？k log 哈以3为底2的对数了，加上66，然后这个两个互为导数了，就约掉了，互为导数，所以这个是等于4k 加上66。好，那现在的话呢，我要把这个哈全部把它加起来，这个等于多少呢？这个哈实际上是等于4个吗 ？k等于1到19 ，f 哈2的 k 次方，这个等于多少？把这个带进来，就等于 k 等于1到19了， 4k 加上66，好，这等于多少？这就等于4乘以多少呢 ？k 从1到19，二分之多少呢？上底加下底20，乘以高。高的话是高就项数是9，啊除以2，啊再加多少？66嘛，啊乘以呢，总共 k 项是9项，那这就是答案。好，这个的话这个是等于10，哦所以这样的话，19哈乘以4，49 36 76 760，加上多少呢？19乘以66 ，964 即5 ，1114 ，4521 1254加上1254哦760 4 11即1 10 2014，所以呢，答案是2014。